发生关系在哪里？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是2021情侣默契大考验。大家有注意到哈，我不是千景，千景今天没空来，所以我就窜出头来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再来考验一次每一对情侣之间大家的默契到底好不好。通常默契都不太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破坏所有的情侣们吧。Let's go！ 你们觉得你们相处的方式是怎么样？好不好听？这意思就是你们连对方的所有的皮毛大概都清清楚楚了。可以这么说。好，怎么认识？学校的学长学妹这样。所以你是学长和学妹，差几届？差两届哦，那真的是不 OK。学长师学妹学弟剩五位。男生的身高多高？女生的体重是多少公斤？我在知道，说不定。哎，你几公分？哦，这不好说哟。我跟你讲，我173。差不多。176。哪有？才173。你看他的鞋子，你看他的鞋子。我跟你讲。我要穿鞋垫，这个吧，穿上去起码高5-6寸呢、啊。对，你呀、啊，太过分了，这差太多了吧？太过分了，这误差太多。我们怀念他们，星座跟生日。OK， 3、2、1，来。4月9号哦，真的吗？4月9号啊！4月9号，对方的所有的皮毛大概都清清楚楚。可以这么说，可以这么说。你并不懂我，怎么能爱我？是不是上一任的声音？第一次接吻是在哪里？什么意思？这是学校摩天轮？并没有。没有，你那个时候很孬，就没有做什么就转完了。所以你的印象中，你在摩天轮，摩天轮上面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那好，那你形容一下是在哪里？是应该是学校吧，因为我们住宿舍。你有印象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乱掰的。不要瞎掰好吗？感情乱掰，早点分开。第一次接吻是在哪里？可以形容一下那个时候是为什么初吻会在那里吗？酒精作祟，我约他吃宵夜，然后吃了几次之后，时机成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你们是先亲后交往，还是先交往后亲？先亲后交往。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确定哦，等下是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。我们很确定啊。1、2、3。所以老板是你朋友。是他的不？你搞得我好乱！哪里忘记 ？2 hours later， 好了，成功了。真的？2、1 ，OK， 好，正确答案。吓死我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你们在哪里告白的？好了 ，OK， 你是把他灌得差不多醉了之后吗？没有，我是清醒的。清醒的，然后你醉了。我没有醉。对方交往过的次数，好吧，正确。不，你有算这个吗？没有。要算啊！我那个要算哦。那个也算哦。所以那个是哪个？时间很短。多短？一个礼拜而已吧。这答案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完全不一样？你不是说加现在？我不知道。是吗？你为什么里面那么多？像这样的爱情。最近一次发生关系在哪？3、2、1。请问最近一次说我爱你是什么时候？2、1。对，那就是同一天嘛？不是。我忘记了。所以，我可以合理的怀疑，那个我爱你不是发自内心的。OK。
好，完蛋，我要去跪上台。跪主机板，跪主机板的、啊，真的忘了。记忆力摆的不太好，相信你记忆力是真的不好。刚刚打了杠子，所以代表你们两个应该是非常的愿意表达爱的人。那我们有最后一题给你们，你们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拿着这个麦克风重新告白一次。重新告白。对对对对。虽然你很笨又很白目，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可是还是很谢谢你包容我。很常惹你生气，然后惹你不开心，但是还是想要跟你在一起。我会直接跟他说跟我在一起。我会希望你每天都很开心，然后跟我在一起之后会更幸福快乐每一天。谢谢这两个月都就是包容我，然后就我爱你。宝贝，我想跟你说，让你等了两年多才跟你见面，然后才跟你慢慢这样相处，然后我很喜欢你，希望你能跟我在一起，愿意吗？我觉得你这个人很适合我，我也很喜欢你，可以请你跟我交往吗？有越来越不是直男了，又比较进步了。好，就还是谢谢你哦，我也爱你。我这个人比较简单直接。对 ，Zona， 我爱你。啊，你就这样。嗯、欸。那你的答案是什么？嗯，我也爱你。就是他都很记得我的事情，就每件事情他都记得。我觉得他很贴心。哦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OK， 好，谢谢你们。所以有可能会把我们片段剪进去。啊，一定会，一定会。对，你的表情太多了。完蛋，完蛋，完蛋。